想知道黄三雷换衣服要多久吗？计时开始。来，噔，就是这么快，哈哈。对，鞋子没变大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啊。谢谢你。真的饿了，我想哈利波波真的把它吃了，我们只在瑞希尔，好像有一点，有点熟悉耶。我回来了。哇！大弟弟，你真的回来了！我们要转圈了，要转圈，要转圈！哇！大弟弟，哇！回来了！现在在帮我们把那个外套开一个洞，因为等一下要掉钢丝。其实我现在是有点紧张，有点期待又怕受伤害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我们都是第一次掉我要飞了，我好期待，我等一下要飞起来了。以前小时候很喜欢看那种武侠片，有没有？没想到竟然可以在这个萌学院呢实现我这个愿望，可以成为这个真正的武林高手。飞了飞了，动静太大，我开始害怕了，我开始有点惊。我帮你啦，要往前接。哇，真的，好。刚我们已经出现了第一次的吊起来的尝试，对我个人的表现已经近乎完美了。我想今天就先这样，我是先走。哈利波波来了，哈利波波来了。脚撑起来，今天来。但是我们第一次掉，自己还感觉那种飞的感觉。我刚刚还跟制作人讲说，希望我们那个在最后、最后、最后最厉害的时候，我们要大家一起飞来飞去、飞来飞去，期待这一天来到。Hello。大家好，我是阿本。这一次呢，为了萌学园四时空战役呢，我们所有的萌骑士们要全部聚集在一起，把这首非常厉害的主题曲唱给大家啦。非常的紧张，那也非常的开心，就是可以为萌学园唱这个主题曲。那我也好好努力。好紧张哦。Let's go。虽然有时候会跌倒，也会装傻，但有你在身。晚上7点，萌学园4时空战役就在25频道。